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古雨。现在好像很多 UP 主和影视工作室都开始使用 BMPCC 这款机器了，我们也入手了一台。好的，今天打算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平常拍摄的一个机器。通常我们以前使用的是 H M3 和 H S3，大家都比较了解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平常拍摄流媒体广告和 TVC 广告的一个入门级的电影机 BMPCC6K。好的，我们首先从价格来说。目前 BMPCC 某宝的售价 6K 的版本是16000左右，价格和 A7M4 相同。然后相比拍摄斯比特422的 A7S3 的价格来说，便宜了将近1万块钱，并且拥有 6K 的画质。单从视频的角度来说，它确实性价比十分的高。那我们入手之后呢，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，便宜确实有便宜的道理。这台入门级的电影机，它的画质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，因为和达芬奇的生态匹配后，6K 的剪辑也十分的流畅。但是在前期我们刚开始摸索这台机器的时候，也是吃尽了苦头。好的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拍摄现场。首先因为这次我们拍摄了一个笔记本的流媒体广告，甲方要求我们突出它的多场景应用的特性。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选景，我们的思路是选择三个不同的环境去突出它的产品特性、娱乐性、功能性，还有便携性。第一个场景是选择一个室内的民宿，那么一旦到了室内，就涉及到了场布、打光等等一些方面。室内我们目前打光的方式还是以大功率的灯打墙面进行一个漫反射，增加整个环境光，再给人物的面部进行一个补光的思路来进行处理的。但是等我们构架好灯光，准备拍摄的时候，相机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。我们现在的稳定器有志云的 VB2，大疆的RSC2，这两个稳定器在使用索尼 A7 系列的时候都是十分顺畅和舒适的，但是我们尝试使用 BMPCC 配合稳定器进行拍摄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机器太重了，没有办法稳定器上很好的去调频，这就直接导致我们稳定器没办法工作。我们也尝试使用在横滚轴上加上一些配重来解决问题，但整个稳定器的续航和运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最后，为了顺利的拍摄，我们使用了很传统的一个手艺，就是使用了一个肩扛进行拍摄。这里给我们的主摄小宝点个赞。第二场景，我们选择了一个工作室进行拍摄，突出了产品的一个功能性。这个工作室是临街，又是落地窗，然后是全白的一个装修，采光非常好。然后我们就没有进行一个补光，只是根据场景搭配合适的衣服去进行拍摄。但是离开民宿那种到处都是插头的环境进行拍摄时，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续航。BMPCC 标配的电池是 LP6 的一个佳能电池，是这个。当然，它可以使用直流电进行供电，但是在拍摄这种外景或者非全室内的画面，不可能一直拉着一根供电线进行拍摄。它配备的电池进行 6K 的拍摄，只能支持5到10分钟，就包括我们这一块扩容的也是一样，只能支持5到1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拍完一个片段就得立马关机，如果忘记了，你再来拍摄时，很可能就是没有电了。那么为了增加续航，我们专门购买了一个电池的手柄，然后装这个电池手柄还需要装上一个这样的兔笼，你才能装这样的一个手柄。然后它可以外扩的是这样的一个大电池970，然后单次的拍摄可以达到1个小时以上，但是反过来也就让我们的机器更重了。对于稳定性和我们摄像师的一个体能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但是好歹咱们也进行了一个 6K 的拍摄。第三个镜头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咖啡厅。突出产品的一个便携性，也同样选择了在落地窗的这样一个位置，不用布光就可以完成的一个拍摄。虽然在拍摄的时候困难重重，但是我们把素材拷到电脑上看的时候，画质比我们之前使用索尼的 M3 或者 S3 确实有一个质的飞跃。画质上是毋庸置疑的，1万多块钱 6K 的机器还是非常香的。毕竟抛开调色和色彩空间不说，同等画质下进行 4K 任务拍摄，使用 6K 的拍摄进行二次构图，有更大的富裕空间。当然，我们自己剪辑师也给到的反馈是 BMPCC 的后期色彩空间相比索尼更好调整。如果有调色等级更高的大神，也可以在弹幕里面给出一些更专业的结论。然后就是拍摄的时候，我们大多使用的是固定机位，如果是拍摄低机位的时候，就是不安装监视器的话。因为它没有翻转屏，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。同时，拍摄 6K 导致的庞大的数据量，导致了一个必须外接一块移动硬盘的设备，才能愉快的进行拍摄。那么，在使用监视器、配重、安装稳定器、大容量的电池、外接硬盘之后，得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然后，我们不知道各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想法，反正甲方在我们旁边的时候还是非常满意的，应该就叫甲方快乐机。那么我们也总结出一套这样设备的一个预算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套相对便宜又能提升打工体验的一个方案。如果单论画质的话，然后后面我们会放一段成片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然后这就是我们 BMPCC 的一个使用体验。如果觉得对你有任何帮助，记得一键三连。我是顾宇，谢谢大家，peace。
的生